关学。啊，不开关。哎，这个我也听过，我。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我是俊贤。现在我来到了 KL Central， 我是来吉隆坡有一些活动。当然来到吉隆坡呢，我应该是我会去这间网红宠物店咯，这间很多人过去打卡了，所以今天我必须去打卡一下。现在我要去 USJ 7，它是红色的那一辆，红色的那一是什么 ？LRT 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坐到 USJ 7。就是这间 shopping mall Summit USJ。Next station, USJ 7, interchange station to BRT 范围 9。现在从 USJ 7的 LRT station 呢，要走去这 USJ Summit 呢，可能需要走个10分钟。KL Central 就坐 LRT 来，这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 ，LRT 的这个 ticket 呢是3块多吧？哎，那 USJ Summit 就在对面，好像不是这个 building， 是后面一个 building。Summit USJ。OK， 我到这个地方了。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没有找错地方，只是，哎呀，没有开呀、啊，我没有问清楚它的营业时间了才来，下次啊。离开前呢，我发了一个 IG story。然后老板就 reply 了我的，说今天有一位店员有在那边，他去吃 lunch 罢了，等下就回来了。哇，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进门呢，就有一只加州王蛇了，一进门就是我最喜欢的蛇。然后在加州王蛇隔壁的呢，也是一条王蛇来的，这个是 Mountain King。它的蛇头是蓝色的，它是本地的一条蛇来的，它叫 Red Tail Red 蛇，叫红尾油蛇，它的尾巴是红色、红色还是金色这样的。
这里也是有一些蜘蛛哦，巴朗杜拉。这个 session 呢，有一些球蟒、玉米蛇、王蛇、猪鼻那个 hawk nose， 还有 bull snake 牛蛇。这只玉米蛇最可爱的，它头上有一个星星，有一个 love shape。他头上有一个鬼脸哦，还有一些奶蛇，刚才我没有提到奶蛇。这一个 section 呢，就是最特别的，它是毒箭蛙的 poison dart frog。这里开始所看到的毒箭蛙呢，都是店员的私人宠物。OK， 所以我是回来了，刚才回来的路上还下大雨。其实今天是他们的休假的，然后很幸运的是今天有一位店员加班。那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7点，星期一呢是休假的，所以今天是我运气佳。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过去那边看看他们的宠物店，然后他们的蛇真的是很多样化。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里，记得点赞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拜拜。